大家好，我是2014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新西兰男刀选拔赛二号选手，我叫顾瑞。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，这次来参加比赛呢，是希望给自己一个很大的舞台展现自己。我更重要的是希望能有专业的指导，这样的话呢，可以得到一个音乐上面更好的发展，然后把自己更好的声音展现给大家。希望能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演出。我是二号选手 Gray， 记得投我一票哦。